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在今明两天的复赛跟决赛，帮我们这一些冲浪好手一起加油打气吼。2016屏东冲浪嘉年华，随着顶尖的冲浪选手热力出场，为整个活动预告精彩后，紧接着欢腾的启动仪式随之登场。5、4、3、2、1。音乐会主题，1、2、3，耶、yeah, ！这一次的冲浪嘉年华一定大成功。哦，阿罗哈的意思吧？好，我们比出一个阿罗哈的姿势，好不好？准备好喽！舞台正前方的照相机，我们看一下，1、2、3，阿罗哈！是我们的复赛，在屏东县政府观光传播处、各区长官以及台湾海洋休闲运动发展协会的启动仪式下，宣告着2016屏东冲浪嘉年华盛大展开，也预祝活动精彩成功。恒春半岛四季如春，拥有绵长又美丽的海岸线，但屏东不只有夏天可以戏水，冬季的海洋活动一样精彩缤纷，魅力无限。秋冬是整个恒春半岛的旅游在全年度里面比较偏淡的时候，那偏偏呢，在我们满洲加勒水这个地方呢，又是全台湾秋冬冲浪最好的地方。那因为呢，过去都是由冲浪协会自己在举办，在秋冬的时候会去举办国际型的这样的一个冲浪比赛。那后来呢，也因为经费的关系他们曾经停办。所以去年开始呢，屏东县政府就正式的来进场举办第一届的屏东冲浪嘉年华。每年秋冬在恒春半岛刮起的强劲落山风，反而成了最好的冲浪时节。而屏东更以加勒水以及南湾这两个地点为最著名的冲浪圣地。在这里的浪况是非常适合冲浪的。台湾是个海岛国家，所以在加勒水冬天有东北季风，那在夏天的时候有西南季风，这边都会有浪。在我们办这个比赛，今年已经第10届了。那因为后续这两年，那县府有大力的帮忙，所以很规模越办越大。我们很谢谢屏东县政府呢，看到这样的比赛，所以我们这几年都办得越大，越来越大。那让更多的外国选手可以来到屏东这里来这里冲浪。好漂亮哦，我们蓝色的选手。大家好，我叫俊，我从日本来。来自日本的冲浪好手俊已经在台湾住了15个年头，目前住在台东东河。热爱冲浪的他参与了每年加勒水的冲浪盛事。我超喜欢来这边的屏东的加勒水的这边冲浪，然后他们有每年都有办那个加勒水的冲浪比赛，我几乎都每年都有，今天第八年吧都有参加，我很喜欢这边的活动，而且会做好多朋友，全台湾的北部、南部、东部都会做朋友，我超喜欢这个活动。紧张的赛事
是让来自各国好手齐聚一堂，大显身手的最佳时机，也是让冲浪好手们彼此观摩学习、互相切磋的交流大会。我叫马浪，我来自台东，我现在14岁，我接触冲浪2年半。从11岁就接触冲浪的马浪，如同他的名字，喜欢海，热爱冲浪所带给他的挑战与不断进步的精神。我喜欢冲浪是因为很有挑战性，参加比赛原因是可以看很多厉害的选手，可以从里面学很多技巧，然后我也感谢我的教练带我来参加比赛，谢谢。加乐水得天独厚的冲浪环境，让来自各国的冲浪好手们爱上这个拥有暖阳美丽浪潮的国境之南。3天的2016屏东冲浪嘉年华，除了要让冲浪选手们大显身手之外，今年屏东县政府特别打造了沙雕乐园以及主题音乐会等活动，要让民众玩闯关、拼奖金，还要嗨翻恒春机场。去年呢，完全锁定在赛事，那后来呢，就有观光业者呢来跟我们建议哈，那既然是在秋冬举办的活动哈，那希望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进来到我们恒春半岛，那所以呢，我们就增加了在今年呢增加了相关的周边活动，例如说利用秋冬呢有东北季风，我们就用了风车啊、风铃来布置一个可以拍照的一个点，那另外有一个在地的一个农产市集，那另外呢，除了观看呢我们的冲浪好手站上浪头的英姿之外呢，我们也让一般的观赏者呢可以在我们的海滩享受我们的海滩乐园，包含我们的沙雕啦，或者我们的闯关游戏啦，大家都可以进来玩，甚至可以体验一下 SUP 哦。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会在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今天晚上我们就特别又拉到我们恒春机场这边来举办一场的音乐活动哈，让大家除了春娜之外，还有冬娜可以来享受。这是喷手机，这是飞碟，然后咸蛋超人哦，然后这是星星，这是太阳，然后这个外星人，然后这个地球。在激烈的冲浪赛事进行的同时，沙滩上的活动一样热闹精彩。首先登场的是比速度也比创意的创意沙雕大赛，也有环保魔力沙堆砌成海豚、星星、城堡等，让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今年秋冬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我们是透过族群才知道这个活动。我们住在恒春，在这边8年了，然后很喜欢来这边，然后加乐水这边非常好，尤其在10月份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老鹰，还有一些冲浪的活动，我们特别喜欢这边，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好玩。
2016屏东冲浪嘉年华延续里约奥运的运动热潮，在加乐水渔村公园举办加乐水铁人小奥运竞赛，要让没有参与冲浪赛事的民众也能一同来享受运动所带来的刺激与挑战。参与民众必须通过平衡木、栅栏以及沙滩竞跑等三关卡才能挑战成功，这不只是要学习冲浪好手的平衡技巧以及爆发力，更是考验参赛者的速度与耐力。巾帼不让须眉，运动场上可以看见越来越多充满拼劲与勇气的运动女孩，在场上用尽全力奔驰，帅气美丽的模样一点都不输给男生选手。今年的冲浪嘉年华热闹缤纷，除了有精彩的冲浪赛事，还有周边的沙滩乐园、风铃风车装置艺术以及免费体验 SUP 等多元活动，要让民众在秋冬季节也能全家大小一起到屏东开心玩水、放松心情，来一场最贴近海洋的游火之旅。我们从新竹过来的，然后我们昨天就下来了，然后明天回去，然后我们大概明年就会来垦丁一次。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好山好水，而且夏天非常的晴空万里，然后天气非常的好。那我们希望未来也是我们每年都会再来一次。那这个活动其实非常的好啊，其实我们希望说肯定会来越来越多的活动，那吸引更多的人来这边。耶、yeah.。精彩的冲浪赛事持续进行到夕阳西下时刻，民众的热情依旧高涨，因为热力十足的主题音乐会才正要随着夜幕低垂时分动感登场。晚上时而吹起清爽的凉风，时而下起绵绵细雨，首次于恒春机场停机坪举办的主题音乐会，搭配今晚现场的歌手清新优雅的歌声以及热力十足的嗨歌，让在场的贵宾与乐迷们共同度过这样一个舒服又享受的夜晚。而吴立雪副县长也来到现场与大家同乐，搭配着这样的一个冲浪比赛，我们今年又特别规划了有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音乐晚会，那同时呢，白天的部分还有一些沙雕，还有一些风铃，就是吹风清风起来的时候，落山风起来的时候的那个风铃，如果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是非常悦耳的哈。所以有这些文创的一些市集在里面，那期待我们的乡亲哈都能够就是到处走一走看看。
由台湾首屈一指三人朋克团第一指名的胖虎乐团为今晚的主题音乐会开场，让所有在场的乐迷们跟着节奏一起嗨翻恒春机场。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声音如蝉鸣，大家还愿意要你吃冰淇淋，虽然你根本不可能跟我生活在一起。除了胖虎乐团所带来一首首动感朋克的摇滚歌曲之外，接下来登场的亦凡要用他柔情又触动人心的歌声陪伴大家。紧接着登场的是演唱大人小孩都能来上一句的火红歌曲《痴情玫瑰花》的双人团体 Under Lover， 两人一出场立刻引起在场歌迷热烈的掌声与尖叫声。你们想要海报手举高好不好？这个的朋友，中间的朋友，还有那边火力全开的 On The Lover， 一开场先是赠送海报来感谢乐迷们在细雨中的辛苦，在抒情歌曲献唱，并勉励大家好好朝目标前进。希望大家呢，好好的朝目标前进，好不好？来哦，来，一起唱。说说爱你。Lover 的压轴曲目带来的就是大小朋友皆耳熟能详的《痴情玫瑰花》，活力十足的唱跳让今晚的音乐会掀起另一波高潮。小林 baby 你穿的穿卡这厉害，看到你规冬天拢飞袂寒，我是赤狗纯情的查甫仔，拜托你卖过超工教我写。你老请爷爷在车上恁家楼卡，做你的司机带你四界行。我要吃西餐厅，也是路边摊，只要你欢喜，笑拢我的啦。虽然外口的女性有吃你多，但心内嘛就只有你一个。我一起唱哦。一起唱，我要送你就是这朵玫瑰花，我被车心来为何离家，我爱你我愿意不用怕，请假一起请两处汉地家，再来一次，我要送听完嘻哈风格的舞曲后，由拥有独特嗓音的蓝调女王艾怡良带来一首首轻快舒服的歌曲。赶不走你的夜
在独木林的这端，闻到了薄荷，尝到了夜色，都魂不守舍，好奇我在你心中的维度。手不要放下，在空中借我飞到那个小湾，我的依赖在一块不甘，你在云海依赖依赖依赖落在那个山脉，我的依赖无处不在，因为我们本来。而我在黄金海岸那段闻到了薄荷，尝到了夜色，魂不守舍，想要你眼里的世界没实现我。我的依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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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那个小湾，我的依赖在不怪不堪，恒春机场的这一夜，每个人享受着众歌手所带来的经典曲目后，伴着细语的耳朵与心灵，舒服且自在地被释放出来。音乐会的压轴是众所期待的实力派性感女神朱丽静。你真的，你也有撑伞吗？虽然没时候相信你也会懂，需要多少的折磨，只为了放弃的一刻。我和我的坚强要战斗到最后，再给的也总有满天星空。新的一年就只差一个多月就要来了，所以今天我可不可以提前跟你替我们彼此都许一个愿望，好不好？你想你最想要的，我也想一个，然后把手上的光举到最高，准备好。会的尾声，在朱丽静嘹亮动人的歌声中，伴随着新的一年的希望落幕，也相约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在这里继续延续嘉年华的精彩。2016屏东冲浪嘉年华很不一样，除了透过比赛让选手们拥有一个最棒的冲浪舞台，县府更将运动赛事结合观光，建立冲浪在屏东的冲浪度假品牌，凸显屏东不分四季的文化观光，要让全家大小不论季节都能够一同来游屏东，与海共舞，享受慢活缤纷的国境之南。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行销活动呢，期待能够带动整个屏东恒春往南这边，包含恒春半岛啦，包含到甚至我们屏中屏南屏北的相关的一个旅游，冬季真的让大家觉得屏东好好玩。那未来呢，相关的冬季活动呢，秋冬的活动呢，我也会持续的来举办。来自巴西的贾明星喜欢屏东的美景，这里的海，平常就热爱往海边跑的他，对于今天的活动感到相当兴奋。是很好的地方，漂亮，也可以这个，所以 surf 是我真的喜欢。在加拉水这里，冬天是这里的淡季，那借由你在现在，你看我们办这个比赛，那可以借由一些外国选手知道更多知道这样的地方，那同时也会拉拢更多的人潮来了解满洲这个地方，屏东这个地方。温暖的阳光，缤纷的浪花，
四季如春的气候，这是浑然天成的冲浪圣地加乐水。美丽的山海景，别具特色的人文风情，悠闲的慢活步调，这是充满浓厚人情味的国境之南屏东。无论是春夏时节来屏东玩水游山放风筝，亦或是秋冬时分来屏东冲浪赏鸟泡温泉，都是最适合全家出游放松心灵共度美好时光的首选圣地。明年秋天搭上冲浪嘉年华的列车，再来一场缤纷刺激的旅行吧。